我爱109年吉时，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洪四宽上将军率会属机构首长及员工代表，请据鲜花树果，自居于僻静横贯公路殉职农民。现在你看，我们在三条横贯公路上面可以到东部去，不论宜兰、花莲、台东，都以观光旅游的便利来评价我们这个三个公路。但事实上，我们却应该要缅怀这一些开拓这三个公路的农民们，他们曾经是我们抗战、剿匪，尤其是台湾保卫战英勇的战士。当他们在解除军职以后，我们要如何安顿他们？在43年11月成立了辅导会，全名是行政院国军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就是为了要安置他们能够就学、就业，甚至于在工程上。因此，我们投注这么多的人力在三个公路上。最辛苦的就是车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如果是包给一般民间公司的话，他一看，哎呀，这么困难，他不来标了，你还拜托来，他还不见得要来。荣民他来修这个路，他用军队的角度、荣民的精神、军队的精神来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荣民没有荣民啊，这条路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这个荣民是忠魂的灵魂，他就跟我讲，必定会成功，不成功就成人。农民的精神除了使命必达之外，一定是怎么样？不畏艰苦，不畏牺牲。机遇的不同，对于里面的状况不了解，再来就是台风、土石流等等的，让我们原来的计划可能改变，或者开拓的地方又被淹埋，要重新来。这个在艰难度上面，凭空手进入一个山脉里面去，这个在国外的人讲就不可思议。农民的精神要达成使命，作战前要牺牲自己，要工作的要不畏艰难，日夜的工作，要达成这个目的。尽量都是用刃啊，用那个铁棍啊、敲石头啊，没有机甲完全人工嘛，啊，死人很多，那比你打仗时候知道敌人在哪里，这个根本石头上面，他从上面炸的话。把那石头都清理很干净，不回来。在下边炸的话，上边都震松了，震松了，不知道都掉下来。工程里边有啊，手伤、失掉。蒋总统那个时代呢，是就是啊，石头要打开嘛，打开了，有的人呢，那边我们在这边躲，他在那个地方，那个一砸了，石头打到他头上都敲掉了嘛。整个一个分队没有盖那个房子来住，就是住在那个棚坑。
隧道里面，一地震的时候，几十个人都压在那个里面呢，你知道吗？压到那个里面的时候，挖哦挖哦，用推土机这样挖，根本那个有的身体都脆了，骨头都好像肉酱一样，那个不能形容呢。那个形容，我一形容，我就想到我以前看到那个时候，就晚上睡觉都不敢去想啊。那个事情很可怕的。绑在身上，上面就放下去，把它放下去。到我们工程人员车辆就在金马隧道这些头，镜子可以看见，看到它到的高度，我们就摇旗子。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打炮眼，不是一个，越摇要七八个，将来开闸的时候才会形成一条线呢。当初哪有尼龙绳，我们都自己用草绳编的，一个人在那里拉的，当初也没有点火器，更没有机具来把它开动，要用香烟去点。有些时候这引信提前爆炸，他提前炸了你怎么办？不止一个人啊，炸的时候他跟巨石一起的陨落了，上面拉的人原来是60公斤70公斤的，他有感，就是他再拉的时候只剩一点点，我讲不出来是10公斤还是20公斤。请问那个时候你的心中的感觉是什么？我们随着这条公路的开发，把东部的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都能够跟西部做了一个交换，对于整个整体经济的发展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泰鲁格国家公园来讲呢，这条中横公路其实也带领着我们可以进入到园区里面去从事各种的研究工作，还有经营管理的工作。对这边的孩子来讲，一个小时以内的都还算近。当年没有这条路的时候，都是跑走。直到这条路开通之后才有汽车。那对这边的原住民来讲，事实上这条路对他们来讲就是算是可以说是一种恩典啊。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荣工处也开拓海外的市场，譬如说民国72年的时候，我在沙烏地阿拉伯当副官，他们完成了一条公路叫下降坡道，那个高度的落差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是国外的工程都不敢来标，我们荣工处把它标了，不但他的国王亲自去开幕，而且促进了我们中沙更密切的邦交。当然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出去以后，许多国外的工程都邀请我们的人员去帮助他们设计探勘，还有制作，等把工程包给我们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许多国家的邦交都是靠我们人工作，在后面的工程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交易。你看我们十大建设这个成果奠定了我们今天变成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基础。第二个，你看我们的水库石门水库把北部的供水都解决了，南部的增温水，中部地区也是一样。除了这些水库之外，我们常常讲水税。你今天到宜兰去，水费我们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小琉球虽然不大，但是呢，它却是海岸的礁石。那个礁石的开辟啊，跟我们一般的山区的又不一样。如果没有62年这一条环岛公路，其实小琉球变化没办法那么快。还有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我们的河市，我们最缺的水利的发电，和一零一大楼，这个看上去就觉得，你看我们国家的建设可以盖的世界最高的大楼，谁盖的？
我们荣工处盖，退伍会的荣民盖，这多么荣耀的事情！举这些例子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兴奋。当我们三条横贯公路开辟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安置这一些劳苦功高的荣民？所以我们当初就在沿途开辟了农场来安置他们，配合我们的森林处来做巡弋，防止这些山老鼠来盗采，甚至于台风过后了，这些山路的开辟、山林的整理，都是靠我们农场。不光是那一块地方给大家游乐，我们肩负的森林区的安全、卫生、巡弋、树木的保持。表面上看我们是农场，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山川地域的自然环境，甚至于动物的生态，都有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当初这三个农场，我觉得金果先生呢，是保留了一块人间的净土，让我们来经营，让我们的台湾的老百姓现在能够享受。我们国家最好的政策是我们有设了农民总医院，医疗设备还支援农家安居安养，后面是照护安宁安息，对于农民的照顾是一系列活动。我想在全国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做的是最好，因为时代的迁移，我们对于农民的贡献已经淡忘，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颜色褪色了。我们如何的让我们民众让他们知道，这是农民牺牲奉献不畏艰难用血跟汗所铺出来的，我心中有很大的感触。我觉得这个是不光是要凸显一个农民的精神，而是应该凸显到我们中华儿女的传承到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合欢山上五个孤坟多少年都没有人去祭祀，请示他们，他们竟然都说愿意在原地，人走了以后，他的忠魂守护了我们的国土，守护的我们的山川地域。上将军并不是以凸显我的阶级，而是我以这种赋予我的官衔，对荣民做最崇高的敬意，上面写退伍会主委冯世宽上将军功绩，这才是一个完备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他们，我代表了全国的老百姓去这个祭祀他们。呜呼，如入英雄奔身戎马，历经炮火功在国家，参与国建体现公务，开启山林功在社会，巡山环捞历程艰辛，莫非心弦心境何在，世外桃源叹为观止，一壮长存我辈缅怀，钟灵有之必有国运长荣，上翔。